好吧，我们正规的洗手法是七步，先清水冲洗双手，涤浴转身，涤浴洗涤剂。然后第一步，掌心相对，搓手，第二步，手指交叉，第三位，外面手指交叉，两边都要洗到。第四步，弯曲的手指交叉手洗。好，第五步，大拇指，两个大拇指交叉，要洗到。第七步，指尖，搓洗。第六，最后一步，就是我们讲的手腕。好，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。这就是一套完整的。